人家做生意明争暗斗，下套坑人家，叶成林活活气死。您爹在家摆大酒唱大戏，一口气没上来，哎，乐死了，活该。我爹不好，我爹不好，你娘带着你嫁给我爹干啥？俺娘命硬，专门克男人，克死你爹。哎，叶大高出去个十多年了，你就不怕他回来给你弄死了？你们家倒好了，老的叫俺娘克死了，小的叫叶大高给弄死了，你们家活该，这一窝死绝了。杨小翠。 你俩商量好了？没胁迫，没强买强卖啊？对，您说的是啥话呀？我们哎，你买地干啥？盖房。他盖房干啥？还能干啥？娶杏儿呗。他要娶杏儿？啊！我就说他回来没有好事儿吧，这回好了，还跟我抢上杏儿了。哥，你走走走，进屋坐。老板，您这确实太贵了，这便宜点吧，是吧？咱都乡里乡亲，3块也不行吗？不行，最少6块。6块。走吧，走吧。哎呀，我真帮不了你，真帮不了。走吧，走吧。咋了？嗯？砖瓦价涨一倍，木料也被定没了。为啥呀？不知道。也不用着急。这饭呢，得一口一口吃；人也是一岁一岁长。砖瓦涨价，能买多少买多少，贵就贵点儿。木料，家里头有。你忘了，小时候带你去种的那些小树，现在都长得老高了，能用。种。哎，娘，这有个蚂蚁窝。哦，那你数数吧，有多少蚂蚁？哎，这儿不行，是。哎，把这儿刨两下。弄啥呢？娘了个腿儿！你刨树弄啥嘞？哎呀，你剩备料都差不多了，砖瓦都齐了，就差房梁还有檩条啥的，你就别让孩子花钱了。那可不容。孩子盖房你不出钱，还不出两棵树？这都是我的树，那是谁都不能动。那还有好多是我跟剩儿种的呢。你说到天边，你这树苗是我的，
这地也是我的。他爹。这，谁都不能动啊！他爹。小气鬼，喝凉水，拉肚子你自己推。马儿。哎，顺哥，我这还有一把呢。马，谁都不能动啊！我看谁跑，你就跑。马，不用了。别动啊！没事，干娘，我再想想办法。嘿。跟了我一里地了，有话说有屁放，把我卖了呗。卖了呗，赚钱赚上瘾了，当兵挣4块，装死又挣4块，里外里都是你挣钱，啥人品？你卖我一次，给你提1块。你离我远点。你只要答应我，离多远都行。你是蛤蟆蝌蚪碾压的，光嫌自己死得慢呢。我愿意。要钱不要命。我愿意。我不愿意。你为啥不愿意？你想挣钱，盖房娶杏儿，想得美。跟你有啥关系？我喜欢杏儿，你不知道？杏儿不喜欢你。你就把线让给我呗，你让给我，你让我干啥我都让着你。不让。中，我是所长，你当兵的事儿我说了算。个心球。听毛说，狗生哥还要去当兵。嗯，毛还说他是为了赚钱盖房子好娶你。那真要是到了战场上，枪子可不长眼了，万一有个好歹呢，你不心疼？我又没让他娶，我们家都那么多钱了，干啥让他卖自己挣钱呀？你爹咋想的？我爹。他根本不同意。那你呢？你同意不？
跟我干啥呀？哎呀！别跟着我！别跟了！哎呀，跟我干啥？四个菜，今天好好请杨所长喝一顿。哎，盛哥，盛哥，在哪儿？哎，这儿呢，这儿呢，进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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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了，来了，药买回来了啊！你行。药？啥药？盛哥不让说，买了八豆粉。你快坐。啥是八豆粉？说了你也听不懂。你说了我不就懂了？前天喝多了，一直没缓过来。这不买点解药，这不得陪你喝尽兴吗？你别弄这，今天你喝多少我喝多少，咱平喝。咦，你咋这样呢？我前天刚喝多，你这不欺负人打晕机吗？谁让你前天喝酒不带我？这不来了吗？那你前天为啥喝多？想娶我姐，没有钱，愁的呗。我还想娶你姐呢。我娶你姐？你个新臭货，占我便宜啊！我不跟你吵，要不显得我像憨瓜。谁憨瓜？你是憨瓜？好好好好好，行了行了，不理你这，你这，来，杨所长，给你满上。看看看看你盛哥啊，尊重我。我告诉你，王蒙，我是所长，你知道不？过几天，县里发枪，盒子炮，那我就掌握深沙大权，我站在老王家十字路口。我想崩谁就崩谁。哎，哼，杨三儿啊，咱俩从小长到大，谁都了解谁。你是娘胎里带的坏水，我也不是省油的灯。还是那话，你卖我一次，给你提一块，我死活跟你没关系。不中。我死了，那发的钱也给你提一块。那叫抚恤金，还死了发的钱？你看你啥水平啊？就这，哎，就这还要娶你姐呢？哎，你是不知道啊，在战场上打仗的时候，那子弹在你脑袋上嗖嗖嗖，跟刮风似的，这没准每一颗子弹啊。哎，来，来倒上。嗯，我去解个手。倒上，倒上，喝，多喝点。哎，人算屎也臭。去这半天，我以为你掉进去了。那哪能的，多傻能掉那里？我也得去一趟。哎，这干啥来？想学吗？啊！想学就别去，憋着练内功。那你刚才不也去了吗？我练成了。你练成了吗？我在少林寺可憋过七天七夜。七天？你憋金砖呢？我憋，憋。杨三儿，
咱俩也别多说话了，最后一杯，散伙。中，干！谁怕谁？这是药，哥。嗯，没事，解酒不伤肾。干啥？你就不怕伤了我的肾？哎哎哎，那我自己花钱买的，没有我帮你，你咋挣钱？不是，杨三，杨三，哎，哎哎，你这咋这样呢？哎，好喝不？还肿。那巴豆粉能不中吗？杨三啊，你说你还所长呢，啥水平？巴豆粉不知道是啥？不是药吗？巴豆粉是泻药。哎，快吧，来了，赶紧去吧，一会儿来不及了。这个，你晚上哎，祝你成功，快去快去。老师，那脑肿。别去，你去了就憋不住了。走，这不赖我，你自己非着抢的。不能去啊，憋不住那屋就没了。猫，走，带你看戏。看啥戏啊？一会儿就知道。我和你没完，你一天不答应我折腾你一天，你一年不答应我折腾你一年，我让你生不如死。狗剩，你给我等着！咋样，毛？憨瓜掉屎坑，好看吗？好看，但我没看着啊。看，不嫌臭。哎，狗剩，他要寻死，你就让他去死呗，拦着他干什么呀？他一走，信儿就是你的了。说的有道理啊。哎，你干啥呢？前两天刚说完长兄为父，哥就是爹，爹就是哥，你这点臭你都闻不了，你还你这咋伺候你爹呀？那是我爹，没什么，才不管他呢。让我的小翠看看，这话你都说得出口，现在就是。我和小翠的事儿，没说成？没有。他不愿意。他说宁愿跟傻王毛生一窝傻种，也不愿意跟你生一窝坏种。原话。快快，别愣了，赶紧给我交了。对不起哥，我是想着冲着干净嘛。说不得你了还，啊？干啥呢？把他给我收拾了，收拾干净。去新房啊？我听说你房盖的还行啊。嗯，是很好。你拉的还行啊？挺好。咱俩就不能好好说说话吗？说。你说咱俩从小一块长大的，那算不算兄弟？算。那按月份你比我大，你算不算我哥？算。那你这当哥的就不能让让弟弟？让啥？信儿呗。想吃自己买去。别跟我装傻，你明明知道我喜欢杏儿，你就不能让给我吗？我再给你弄点巴豆，加点别的。行，想死我不拦着，当当当当，我让你当兵。
你真好。那当然。走，我去给你拆。啥？没事儿。杏儿，我明天就走了。这是咱娘的娘给她的镯子，娘送给我辟邪，我把它留给你。我要是死了，你就留着，留个念想。我要是能活着回来，我就给你戴上。给你四块。王老，王老，真是你啊，哥，你没死啊？你才死了呢。哎，哥哥，我知道你还生气呢，哥。你当时给我那块大洋，我正吹着看响不响，那谁知道让猴戏给看见了。那非说是我偷的，还打了我好几鞭子，我也是没办法我才说的。挨揍了？嗯。哎，当时大家都跑了，你咋没跑啊？没听见。不会啊，我叫了你好几声，你还看我一眼呢。真没听见。哎，都过去了，不说了。你在这干啥呢？征兵呢。你也跑了？啊？嘿，咱俩还真有缘分，这换个地儿还是你征兵啊？不是，地儿是换了，部队没换，还是咱部队。啥？嗯？不会吧？我还能骗你啊？完了，我这还想换个地儿呢，咋换回来了？啊？还是苗春兰？是啊。武器在呢。赵铁锤也在呢。都在啊。啊。征王抚恤金领了没有？领了。领了多少？四块。你他娘这种钱也敢拿？嗯，既然人没死，抚恤金归还。是，归还。没带呀。刚发的呢。那不是一个钱。他娘的，藏哪儿了？啊？藏哪儿了？
拿出来。王毛，真是你小子！哎，你不是阵亡了吗？你才死了呢！要我说，你们连就没一个好人，找着我尸体了吗？就写阵亡？啥？你们连我们连的？你也是我们连的一份子？你少跟我套近乎！怎么？那我是不是好人？你算半个吧。这话啥意思？我就看到一半的你。这半还行，另一半说不上。看把你小子能的啊！你也开始琢磨人了，怎么了？像是受了多大委屈？你好歹也算个连副，那我的事你管不管？说吧，啥事儿？姐夫，唐玉龙从这儿走过来了。哥，别说。侯七，听说你抢了王毛的优待金，还罚了他的俸。报告，王毛是逃兵。逃兵还能自己再回来？唐雷锋，你有所不知啊，王毛那个鳖孙儿，他先是逃跑，骗了阵亡抚恤金，然后又应征着伍里外里骗了八块大洋，你说该不该罚？就算他该罚，钱你上交了吗？啊？什么钱？你这叫喝冰血吃空饷，按律枪毙！我没拿他钱呢，谁看见我拿他钱了？你刚才还说他该罚，他是该罚，可是我没罚他，我就是吓唬吓唬他。你，唐连福，你要定罪得有证据，你这无凭无据的，不是诬陷好人吗？是不是好人，你说了不算。那谁说了算？上方。姐夫，唐永龙这是要把事儿闹大，咋办啊？什么咋办？赵老苗，走。越来越少了。连长，天地良心，尽力了，真尽力了。借口，都是借口。嘿，就这唐永龙还顶着呢。啊，说要军法处置我们。嗯，有这事？真的。嗯，那打狗还得看主人呢。唐玉龙那个鳖孙儿，分明就是冲着您来的。他奶奶的！这鳖孙，我得弄他。报告。进来。连长，吕布来电。先拿过来。出去！是。王毛的事，证据确凿吗？千真万确。你个鳖孙儿！老规矩，按逃兵处理。是。
今天晚上就动手。走。走。唐玉龙和王毛不是老熟人吗？他只要敢包庇王毛，就是包庇逃兵。今天晚上就连他一块杀。咦，连长，看好啊，看好啊！这回我来个先斩后奏，我让他唐玉龙永远消失。小两步，走。上。我鞋呢？叫我上呢，叫我上。来，慢点。连长，有礼貌，我们是逃兵，任何人不得靠近。唐然，唐玲，你出来。原来你还真的是逃兵啊！哦，你敢骗老子？唐连峰，唐连峰，连夜叫你来，是想问你，对于逃兵王毛的处理，你是啥意见啊？开小差当逃兵，必须严加。侯排长，到，集合部队。是。快快快，快点！
弟兄们，倭寇侵犯我国土，烧杀淫掠，山河破碎，大敌当前，大丈夫就应该以身许国，瓦科果师效命疆场。看看我们眼前这个人，逃兵王毛，他贪生怕死，开小差当逃兵，你们说应该咋办？杀！对，杀！逃兵就是战场上的瘟疫，一个不杀，就有10个、100个士兵效仿，大家都当逃兵，这个仗还能打吗？不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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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王毛既是新兵，也是老兵，今天对他的处置换换招数，凌迟，让新兵们来，一人一刀，刀刀见肉。一是让你们这些新兵长长胆，二是让你们这些新兵长长见识。以后上战场杀鬼子，谁敢三心二意开小差当逃兵，王毛就是他的前车之鉴。是不是有点玩大了，太没人性了吧？这也太狠了，这个瘪三儿就是个禽兽。梁连长啊，怎么样？啊，御龙贤弟啊，太隆重了。另外，你这一人一刀也太残忍了。我觉得咱不搞封建社会那一套，我看直接枪决吧。啊，我话都说出去了。我相信你的口才，圆回来，啊！刚才我们深明大义的苗连长说了，凌迟太残忍，不搞封建这一套，给他来个痛快，枪决。你奶奶个腿儿！弟兄们。当逃兵被处死，不如上战场杀鬼子，真刀真枪的战死。战死那是抗日英雄。青固集一战，我们连死了32名弟兄，损失惨重啊。而敌人呢，只死了1名士兵，虽说是个机枪手。那机枪手是我打死的，我打死的，我。死到临头，你还往山上揽功？连长，连长，行行队准备。报告连长，吕布还等着我们回电。着急什么？那么着急？立即还有追。唐云龙，你来真的呀？上场。我不是逃兵，我不是。下，我下辈子再来娶你。你们，等等，乡下留人。把他带回来。雷振德，起来了。
住了，真砸住了，这么厉害，这么厉害啊！你小子还真没吹牛啊！再来一箱试试。我嘛，你可相信他，别往我身上着火。放心，姐夫，我害怕。你个瘪嘴，连长在呢，怕啥？快点，快点！给我口令。梦见你站在山的那。